昨天还有件事我没拍，忘了，是那个足球的那个手掌心呢、啊、发麻啊，发麻啊，那个手掌发麻是那个大神呢、啊，大神他手啊不小心碰上了那个背出来的膜，碰了一下一个，他的手掌就一直在发麻啊啊，难怪是昨天的事，我刚才讲的是昨天的事，碰到了膜的飞行器啊，嘣。碰到了以后，连忙就放了啊，送来了，但是事后就手上发麻，这个发麻是磨，是那大神从天上翻跟头下来的，来地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碰到了那个，碰上了那个磨的飞行器啊，也说明这个密度挺大的啊，密度挺大的啊，密度挺大的啊。为了让人家知道这个密度大，要找一个有代表性的，给大家看看啊，顺便反正也要解决到一个人间的那些魔，跟一下子把伊朗总统的，飞机也给顶了，飞机也给顶了，其他的小虾米就不碰了啊，碰一个大一点的啊，影响大一点的啊。影响大一点的啊，就盯上了这个事了啊，盯上了这个事啊，盯上了这个事，盯上了这个事，本来想顶一下那个，普京，或者其他的，后来想想留着普京能平衡一下这个世界也好哦。先平衡一下世界啊，不然他缺了这个普京，人家这个世界也不平衡了啊，LGBTQ 什么之类的更疯狂了啊，所以也是一念之差啊，普京没有跟随这些 LGBTQ 啊，所以呢也就失意逃生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再见。